好，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讨论，赶快讨论一下，然后我们就安静下来，预备心崇拜。主内线上和现场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平安。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早上的崇拜，此时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点燃蜡烛，点燃在基督里的蜡烛，它象征基督的真光与我们同在，也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在崇拜当中与他相遇。大家请起立，我们同心齐应这段的宣召，向上帝献上我们的颂赞。即使我们并未经常察觉，即使这世界的黑暗和怀疑威胁要吞噬我们，即使我们周围都是恐惧和绝望，让我们坦然无惧，敞开心扉，聆听他医治盼望的话语。阿们。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异口同声地赞美我们的主。是的，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
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倒海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倒海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是的，我们宣告天上的国度，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聚集在这里，主啊，愿你的国能够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座，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
命里就你，你吹起旧的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生在生。坐下，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降临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子民，因你荣耀我不住敬拜，我受造是为了敬拜你，我受造是为了荣耀你，你是我们的神，你与我们同住，因你荣耀我不住敬拜，生在生在生在昔在今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乃代，生在生在生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我受造是为了敬拜你，我受造是为了荣耀你，你
是我们的神，你与我们同住，因你荣耀我不住敬拜。圣哉圣哉圣哉，昔哉今哉永哉，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乃代。圣哉圣哉圣哉，全地向你归拜，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日日夜夜不停献上，高高如下不停升起，日日夜夜不停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续，日日夜夜不停献上，祷告如下不停升起，日日夜夜不停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续，日日夜夜不停献上，祷告如下不停升起，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续，圣哉圣哉圣哉，昔哉今哉永哉，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乃代。圣哉圣哉圣哉，全地向你归拜，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阿门。是的，主啊，尊贵荣耀都归于你。我们所向你献上的敬拜，主，你的子民向你献上的赞美，愿一切的尊贵，愿一切的荣耀，主都归于你。愿主你这个地方充满着主你的同在，主你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敞开，让我们进到主你的圣所当中，你的同在里面，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能够与你相遇。所以主啊，在这时刻我们也恳求主你来垂听我们众人的祈祷。主啊，在这时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好叫我们来朝见你，好叫我们带着那谦卑的心在主你圣洁的同在中，主你的圣灵此刻光照我们，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回想我们过去这一个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举止，凡事不讨主你喜悦的，主啊，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恳求主你的宝血来洗净，主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你让我们能够和你和好，我们也能够与身边的人和好，主好叫你的平安，你那安静的日子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所以主啊，在这时刻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主，我们也在这时刻特别的为着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来祈求主，你看见许多的天灾人祸，
我们恳求主你来怜悯，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掌管生命的主。主，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有那从主你而来的视角来去诠释，去反思，更提醒引导我们警醒的度日。因为主我们知道末后的日子已经要来临，因为主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再掉以轻心了，所以我们恳求主你来引导我们，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主，好叫我们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过分别为圣，过不一样的生活，在众人的面前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当别人来看我们生命的时候，主他们能够将荣耀归给你。所以我们恳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我们也更恳求主你的圣灵在这时刻你光照我们，照明我们的心。主，好叫当你的话语被宣讲的时候，当你的圣道被宣读的时候，主你的那真理的种子，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根成长，好叫我们不忘记你的话，甚至是能够活出你的真道来。所以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预备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取自约书亚记第23章第一节至第16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从四围所有的仇敌中得享安宁，已经有很多日子了。约书亚年纪老迈，就召了全以色列的众长老、领袖、审判官和官长来，对他们说：我已经年纪老迈，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你们的缘故向这些国家所做的一切，你们都亲眼看见了。那为你们作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看，我已经把所剩下的列国，连同从约旦河起到大海日落的方向，我所剪除的列国，都抽签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向你们所应许的，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家往来，不可提他们神明的名，不可指着他们起誓，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敬拜他们。只要紧紧跟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像你们直到今日所做的。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列国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照他向你们所应许的为你们作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若断然转离，紧紧跟随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家，彼此接亲，互相往来，就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罗网、圈套、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看啊，我今日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你们要一心一意知道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应许要赐给你们的一切福气，没有一件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灾祸临到你们身上，直到他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给你们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上帝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迅速灭亡。这是上帝的话语，赐给他的子民。感谢上帝。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在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将这段聆听你话语的时间交托，愿主你的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打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听见主你的声音。愿主你恩膏你仆人的口，洁净他的口，让他所宣讲的是主你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本周我们在电视报道里头，我们看见两则令人非常忧伤的这个新闻。一则是在韩国梨泰院的践踏事故，另外一则是印度百年吊桥坍塌的这个事件。两个事件都死伤多人，然后其中有140多、150多人分别在这两个事故里头丧命。当我看见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百思不解的问题，当然也有很多的反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要到那么拥挤的一个地方，因为要让一条4米宽的小街拥挤到堵塞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总是要有一段时间吧。难道在当地在场的这些人，他们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吗？看到有人这么多的人群一波一波的涌进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那危险就要临在了吗？其实你看这一段所谓的照片的时候，你看右上角的那个画面跟其他的这个照片的部分是截然不一样的。这右上角的部分似乎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些的线索。右上角的部分让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夜店里面沉浸在他们的这个所谓派对和游戏当中，他们完全不在乎也不理会到底下面这些街上的人在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留意到其实下面有很多人尝试的攀爬要进入到这个夜店，以求这个生命的这个他们自己的生命被保存下来。还是他们觉得哇，这是一个所谓的万圣节很难得的一幕的这个所谓的壮观的场面，然后拿着他们的手机出来拍几张照片录几个视频，之后他们又回到自己的这个派对里面，完全没有危机的意识吗？弟兄姐妹，正当我们的生活舒适安逸时，我们人类是不是来到一个地步，完全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险了？还是我们已经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与这些所谓的
不讨上帝喜悦的这些价值观为伍，以致我们为了凑热闹而去，或者是我们经不起朋友的怂恿，我们结果加入了这场死亡的派对，就像这一群的年轻人一样。这悲惨的事故酿成的悲剧，导致许多人伤亡，也导致许多人失踪。失踪是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找不到他们的家人，可能送到不同的医院去，或者是逃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家人都找不到他们。这事故让死者的家人，这些还存活的，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就当大家以为这一群的年轻人还有很长的寿命，还有无限的这个前途的时候，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把他们的性命给夺走了。过去的两周，我们的教会，我们也送走了两位最年长的这个姐妹回到天家去。而这一周礼拜三晚上凌晨的时候，我的母亲也差一点与死亡擦肩而过，然后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调养，做一系列的检查，要去找出他的身体为什么突然间被这个细菌给感染，甚至危机到一个地步，险些丧命。我想这些的事故不仅让我在 这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让我一直不断的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我们的生命来到尽头的时候，我们要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家人？如果你有机会向你的家人在临终的时候向你的家人说一些话的话，你会留下什么话？在约书亚记第22章到24章是约书亚留给以色列人的这个遗言。而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先把他的这个遗言来吩咐这在约旦河东边的这个两个半的支派，提醒着他们，当他们回到这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领土的时候，他们要持续的专一爱耶和华，要遵循他的道，要谨守他的律法，要紧紧跟随他，而且要忠心的侍奉耶和华，好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在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的圣约里面得着丰盛。而今天我们要在第23章里面，我们要看见耶和华他对那些留在迦南地居住在其中的这些以色列领袖们，他要给的他们的这个遗言。而这个遗言里头一共有三点：一个提醒，一个吩咐，一个警告。一个提醒，一个吩咐，一个警告。首先第一个提醒是什么？约书亚要给以色列领袖的第一个提醒，是要他们谨记耶和华是那永不改变的依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我们看见约书亚他怎么样的去回顾耶和华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怎么样的去拯救以色列人，怎么样的管教他们，在他们不听话的时候，他怎么灭绝这些不讨他喜悦的人，好使他的百姓能懂得如何的过圣洁的生活，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当约书亚来到年纪老迈的时候，此时的他和以色列人已经在享受占领这个领土的这种的胜利的生活，这种的安静的这个环境，他们拥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这段时间也有一些日子了。不是因为他们完全停止战争，而是因为每一次当他们打仗的时候，耶和华都会为他们征战，耶和华都会把所有的敌人击败制服在他们的面前。约书亚知道自己已经年迈了，是时候向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以色列领袖做最后的道别。而这些人是帮助约书亚处理行政军事事务，并且协助他实行这个所谓的命令，不管是在军营中或者在以色列人民的当中 做这个组织的工作，维护法纪的这个工作。
在约书亚的预言里面，我们知道这些领袖他们是亲眼看见并且亲身的去经历耶和华作为的人，他们看到耶和华如何的亲自为他们征战，如何从天下降下冰雹冰雹来去击垮敌人，如何带领他们攻破以及攻下迦南全地，并且借着约书亚的手来抽签把这一个所谓的应许之地分给不同支派的人。约书亚要当时候的这一些以色列领袖知道，不管一个人多英勇多能干，人间的这个领袖他总是会有凋零失去的一天，而唯独耶和华他们的这个上帝才是那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君王，是他们永不改变的依靠。所以耶稣亚他不厌其烦，他再三的吩咐，甚至来到他临终的时候吩咐以色列领袖们，不要忘记这位为你们征战的耶和华。星期三晚上8点的时候，我母亲还好好，还会做家务还吃东西的。不过后来我就发现，哎，她有一点发烧，我就跟她说，你就吃一个帕纳度，然后你就去休息。9点的时候她休息，来到11点的时候，她整个人烧到41度，然后没有办法，我们需要叫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当时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突如其来的事使到我们兄弟姐妹有一点招架不住， 那一整天我们都没有睡觉。但是现在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事情是在礼拜四晚上发生的话，那么他可能就已经丧命了。因为礼拜四我不在我妈妈的家，然后礼拜五等到哥哥要带他去这个看医生的时候，可能已经不再是看医生，而是要收他的这个遗体了。我们看见，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跟妈妈说，上帝的时间，让这一切的事情在我在家的时候发生。上帝为我们征战，在我们危难的时候，我们是否看见他的恩手与我们同在呢？还是我们看见的只是一直在埋怨着上帝，为什么这些事情无缘无故发生在我家，无缘无故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而为此而感到绝望，为此而气愤耶和华呢？所以耶稣亚提醒着这些以色列的领袖，告诉他们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是你预料得到的，或甚至是像上个主日所讲的忽然在你生命里面发生的事，不管是重大的事或者是小事使到我们惊慌的事，我们都要记得这位主是永不改变的依靠。而耶稣亚留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吩咐，就是要他们全心的依靠耶和华。而这依靠耶和华具体的行动和标准，就是谨守摩西律法书上一切的话。在这一章的第6节清楚地说到，并且吩咐他们不可偏左或右，上帝的话要紧紧的跟从。约书亚知道要在敌人的面前站稳立场，要守住心里面的那一份的圣洁，要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吩咐以色列人的以色列领袖的时候，他提醒着他们要刚强壮胆，要认真的遵行主的道。这些话是约书亚刚开始的时候，他刚刚从摩西接过那领导的棒子，在第1章的第7节耶和华对他说的话。如今他来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也把同样的话传给下一代的这一群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色列领袖们。耶和华的约书亚的这一番遗言，不只是纯粹的一套理论，而是在他多年来与耶和华一起的战争，一起的攻下不同的这些敌人，他的所谓的亲身的这个经历，是他深刻体会到而得来的心得，
所以他非常的相信，只要以色列人愿意在敌人的面前刚强壮胆，在信仰上，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耶和华也就必与他们同在。记得我们在十三章一直到21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分土地的那个过程当中，耶和华其实吩咐他们要把敌人赶出去吗？在那几个事件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些仇敌赶出去，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甚至有一些把他们留在当中和他们一起生活。约书亚清楚地知道，当敌人仍然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以色列人每一天都要面对不同的诱惑，不同的试探，他们每一天都要被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价值观冲击他们。可能第一代就是刚刚进入迦南地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会清楚地知道这一块土地得来不易，这一块土地是我们要守耶和华的这个约，我们要遵守顺服他的律法而得来的。但是下一代呢，下下一代呢，他们这些这所谓年轻的一代，他们是与敌人一起共存一起长大的这一代，他们或许就会在不知觉中与仇敌的价值观为伍，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在过去，同性恋是很明显错的一件事情，但是来到今天，你就发现到同性恋已经能够被很多人来接受了。今天，当我们觉得一些在过去，当我们觉得一些保守的所谓的价值观，能够保存我们的那个内心纯洁的这些所谓的价值观，甚至是我们很坚持的每一个主日来到上帝的家中，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言行，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我们的规律，过了官兵之后，你发现到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开始在那边为自己的行为而辩护，为自己告诉自己说，科技的方便，我们不需要再回到上帝的家。你看到我们一直不断的慢慢的在妥协吗？当我们与敌人为伍，当我们与这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做朋友，和他们立约，甚至是通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开始慢慢的招架不住。而在经文里面却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举动都预表着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外邦的这个神明，我们明显了违背上帝的约，他的明显的违背了他命令的这个行为。约书亚在第八节，他吩咐这些以色列领袖，因为他们是领袖，他们要设立榜样，所以他们的生活要委身，要紧紧的跟随耶和华，要用尽各种的方法确保自己对耶和华忠诚，并且爱慕他，因为他们和耶和华与一个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立约的关系。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头，我们都一直在唱，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属上帝的，上帝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作为属上帝子民的人，我们是否活出上帝子民的生活呢？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所以在迦南地的整个世界里面，他为他们征战，将那又大又强的这个敌人从他们的眼前赶出去，甚至能够使他们以寡敌众，一个人能够顶千人，赐他们这迦南美地，只要以色列人守约，耶和华的应许就会成就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吩咐，要全心依靠耶和华。这就来到我们的第三点，约书亚留给以色列领袖的一个警告，就是要警醒的度日。约书亚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他要给以色列领袖的最后一个警告，就是耶和华是信实的神，
他既然主动应许以色列人要将这迦南地赐给他们，他就主动成就他的话。这表明耶和华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他的话语并不落空。所以当他的子民守约，他就赐福；当他的子民违背他，他就降祸。这是不可改变的。所以约书亚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他警告以色列领袖，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把你们所得来的恩典和福分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要谨慎。不单只是谨慎，要分外特别留心的去谨慎。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算是活在一个安逸的环境，我们没有教堂，但是我们有一个可以让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没有像其他堂会有丰富的资源，但是我们也没有缺。这一切的恩典，我们不要当作理所当然，我们反而要格外的去珍惜。因为对于爱我们的上帝，守约的这位上帝，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保持中立的，特别是在这世界的不同价值观的冲击的时候，我们要在他们这些所谓敌人仇敌的面前要站立的稳，我们的立场要表明的清楚。耶和华的子民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不管在旧约或者在新约圣经，也都是一样的教导。在新约的圣经里面，雅各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需要把自己所谓的从这个世俗里面我们给分别出来，不让我们的心，不让我们自己被这世界的价值观给沾染到。而使徒保罗也吩咐他的门徒，务要从世人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做光，你们要做世上的光，要做世上的盐。当耶稣离世之前，他为门徒祷告，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他这么的说道，他祈求天父说，我求你，你这个你就是天父，把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上接走，只求你保全他们，使他们脱离罪恶，然后使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按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圣经没有叫我们逃避这世界的生活，他没有叫我们逃避不要面对这些的冲击，但是圣经提醒警告我们要分别为圣，要住在这个世界，但却又不属这个世界，要在众人的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这是约书亚留给以色列百姓的话语，一个提醒，一个吩咐，一个警告。而你呢？你的生命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你的生命里面是否记得这样的一个吩咐？你生命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警告，帮助你警醒度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到他面前领受圣餐，我们要用一点的时间来回顾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是否不管是安逸或者是在困苦的环境里面，我们还记得耶和华是为我们征战的主呢？当我们初尝到主恩的滋味时，你是否会用你的全心来去回应他的恩典，一心的仰望他？在我们现在这个看起来安逸但却又危机四伏的这个现实生活这个社会里面，你是否分外的谨慎度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渴望每一天与主相遇，哪怕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都能够认出主的同在来呢？
还是你被生活的这种的紧张压力挑战，甚至是每一天和生活的这些不生命的这些不同的价值观搏斗到一个地步，压得你喘不过气呢？今天约书亚的信息提醒着我们，越是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越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而奔走，而是要紧紧地跟随上帝的吩咐，然后要信靠这位大能的神。就有如先知以赛亚说的那样，我们在这繁华繁乱的世界里面，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在这世界里面，你有归回安息，你的内心里面有平静安稳吗？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困难时，只要我们凡事在主的面前等候，等候他的引领，这人变为有福。我也希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渴慕主的话，渴望与他相遇。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啊，为着今天你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感谢你。很多时候我们把主你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我们忘记了你是我们永不改变的依靠。每次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而来尝试克服眼前的问题，结果我们发现我们把自己陷入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让眼前的这些的挑战，让眼前的这些的问题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成为我们埋怨主的一个陷阱。然而主啊，今天求主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提醒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叫我们不要忘记你是那全能的神，叫我们不要忘记主啊你为我们征战。主，当我们尝到你的美味时，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这应许之地的时候，主你叫我们不要掉以轻心，相反的，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回应主你的恩典，我们一心的依靠仰望你，你帮助我们不忘记，帮助我们全心的回应，我们更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警醒的度日，让我们每一天与你相遇，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归回那安息，让我们的内心里面有那一份平静安稳，好叫我们心里有力量，好叫我们能刚强壮胆的来跟随你。愿主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是的，主啊，让你的爱再次的吸引着我们，使我们与你来相遇，使我们来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
大胆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是的，每一天，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洁净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愿你旨意，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再来做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家里的事情。我们要先欢迎我们当中的一些新朋友。在我们当中里头，我们有这个名字应该是有四位吧，一个是 Joseph 跟美玲，他们是七宝带来的新朋友，对吗？欢迎你们。就请前后左右的这弟兄姐妹们来代表教会欢迎他们。另外一位是美差，美差，然后欢迎你，应该是秀静他们的亲戚吧。还有另外一个是荣峰，欢迎你。所以等一下我们崇拜之后，可以到隔壁的交谊厅，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团契。然后彼此的认识一下，然后我们最近你就发现到说，哎，我们的教会的标志好像有一些的改变一样，其实不是有改变，而是因为我们要开始庆祝我们的这一个十周年了。知道我们的十周年庆典是在什么时候吗？
OK， 能够回答得出就是你们会出席了。哎，我们十周年即将来临，还有多两个主日，11月20号，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们啊来通知你的这个组长你是否要出席，因为筹委需要预备饭盒，所以只要你要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就需要你的这个所谓的注册，所以请你们注意。弟兄姐妹们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训啊，因为我讲话你们也讲话，你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所谓的讯息吸收在里头了。所以记得当天不是早上9点崇拜，当天是早上10点我们有联合崇拜，所以你找到我们就在这个圣殿，但如果人多迟到的话，那么就要在这个副堂里头了。所以要注意哦，我们当天是联合崇拜，我们从早上10点开始，然后崇拜之后我们会有这个所谓的一起享用这个蛋糕，还有享用我们的这个午餐，然后陆陆续续我们也就会看到一些的照片被刊登出来，然后这些照片也会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刊登，然后这里可能我们当中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然后不单只是如此，我们在朋友交易厅也开始有一个想当年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所谓的旧照片的小小展览，你就会看到当年十八岁的我啊，当年很年轻很年轻的阿宝哥在当车长的时候啊，所以那到底我们长得什么样子啊，等你们就可以过去隔壁这个所谓朋友的交易厅来一起看一看，所以我不把照片打在上面，因为我这里打出来你们就不会过去看了，所以这我们会把这些照片一直放到我们的这个十周年庆典为止。然后不单只是我们要庆祝我们的十周年，我们也要预备心，特别是在我们当中的这些新的这个初信者，还有我们在当中已经跟我们一起崇拜很多一段时间，要准备转会进入我们这个北宣大家庭的弟兄姐妹，你们留意下一个主日开始，我们就要开始这个洗礼入会还有转会班，然后在12月圣诞节当天，我们要进行这个仪式，让你们正式成为我们北宣堂的这个一份子。所以我们凡是已经至少在我们当中6个月，而你有这个所谓的心意要洗礼要转会或入会的话你可以向侍琼姐妹索取一份的这个报名表格，然后我们下个主日我们要准时开始上课。来临的星期六教会执事会也有第二次的这个计划会，为这明年来计划一些的活动，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来带导，让我们的执事们有那聪明智慧，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些的调整。对，在这做这些调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我们所做的改变是为这教会的长远的这个成长发展 为基础的，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来祷告，如果影响到你，那么我们也求主给我们那一份调整的心态，然后一起跟教会同步同行。下一个主日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了，然后我们要在这一章里面看约书亚他的最后一段的遗言，怎么样的鼓励着以色列人，这一次还要挑战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的更新立约，因为这一群人要和上帝走下一段的路。同样我们也是一样，他恰好就碰到我们的这个周年庆典，过去的这些领袖们怎么样的建立北宣堂，把这北宣堂交给我们，我们也要同样的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继续把这个使命传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共建永存了。所以这个时刻就让我们一起的起立，我们要来唱差遣诗歌，求主差遣我们，让我们能够走进人群中。点燃我的心，不让冷漠来占据，我的爱不再漠不关心，我
你敬拜充满热情，再一次赐给我信心，我要看见你神迹，病的医治，瞎眼的看见，我渴慕更多见到你。第一节，再一次，再一次，跌软我的心，不让冷漠来占据，我的爱不再漠不关心，我的敬拜充满热情，再一次赐给我信心，我要看见你神迹，病的医治，瞎眼的看见，我渴慕更多见到你。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主你的恩膏，看神迹，看奇妙作为，我们要见你的荣耀。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主你的恩膏，用信心看神迹奇事，全地要见你的荣耀。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触摸我的灵，让敬拜冲破云霄，如你心事像大穹苍。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献上我生命，我的心不停为你燃烧，我一生单为你而活，我的心不停为你燃烧，我一生单为你而活，我的心不停为你燃烧，我一生单为你而活。让我们一起的来领受主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平安默祷的上会，上帝赐福你们。